团 Dream Capture 十日举行了最新专辑的记者会，七个女孩展现充满魅力的舞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舞台这么有魅力，成员们更是不用说啦，光是拍个照就让人移不了视线了。好，再来一次哦，来，好，哦。我空点回应，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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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都很活泼呢，而队长基友也被眼尖的记者发现，从红发变回黑发了。啊，정말감사합니다원래머리에이렇게관심을가져주시면저한테관심이있는거라고죄송합니다네 네, 네아진짜미호씨동기들만나서얘기하는거죠这么亲民的 Dreamcatcher 真是太可爱了。